蓝方28岁的旺财龙是伦皮尼全场的冠军，职业战绩280战212胜68负。欢迎来自泰国的拳手旺财龙，今年只有18岁，来自散打王刘海龙精武会的选手，职业战绩20战17胜6次 KO 对手，欢迎。这是昆仑决61三亚战的比赛现场，这是一场65公斤级的超级战。啊，是一位势头正劲的一位年轻的选手啊。对，也是受训于我们的超级三大王刘海龙大哥的拳馆啊。师出名门。啊，对，刘海龙大哥也是现在致力于发展整个的中国武术事业啊。啊，旺财龙，双方年龄差距10岁的差距啊。战绩上旺财龙是280场比赛啊，对，参加运就20场。对于泰国选手来说，如果说你的比赛战绩不上3位数的话，那就很难解释了。是的。所以这场比赛呢，就是看看潘家运针对这个旺财龙啊，这种比赛经验上，会不会吃到一些亏，还是自己凭借着年轻力壮啊。现在看望这个潘家运这个进攻的势头啊，嗯，我觉得信心还是很足的。对，而且感觉不错啊。这个拳法速度也快。对，而且上下还多少都是组合还不错，结合也有。对，但是旺财龙对于他的这个低扫，哎，这个意识很好啊。嗯，分开之后马上寻找这个进攻的机会。对。我们刚刚给潘家运做场面做指导的也是国家在泰拳队的前教练啊，王继才。对，经验丰富的潘家运的这个虽然说打击上啊没有那么精准啊，但是速度和力量啊真的是很强。嗯，对。啊，漂亮，王开龙的经验啊，要打转，要上下结合。对，轻重上下结合。对，找准机会，一旦进去之后，潘家运还是有很大机会的。对，其实我觉得还好，从潘家运身上看到刚才那么好的机会，他没有着急的一下扑进去啊。是的，要看准啊，旺财龙的拳法落点也很准呐、啊。但是这种持续的阵地战可能不是泰国选手的这个擅长啊。嗯，对。毕竟这是第二次来参加昆仑决的比赛了，对，而且肯定平时估计训练的时候也会针对这种规则做训练啊，不要在这个原地跟对手晃。其实旺财龙啊，从第一局开始应该贯彻这种低扫腿的战术啊。其实很多比赛这种低扫腿看似最简单的一个动作，但是有人说，哎，我刚刚说的好像听到了，虽然短时间内很难奏效啊，但是这种连续的打击对对手破坏对手的平衡以及破坏对手进攻的节奏其实很有效果。对，好漂亮。但是潘家运现在真是粘人的很呐，一点不太想给旺财龙这种空档啊。无论你采取什么样的战术，什么样的技术，我近身跟你拼拳这种意识啊，不会改变，我就黏着你。其实这就对了，这就是技战术，两个人是你让对方越怎么难受，你就对自己越有利。是的，密度，而且每组动作都是基本上都是全力啊。到现在为止整个速度和频率啊丝毫不受影响。对，哇，毕竟只有18岁啊。再继续进行下去，可能裁判要对这个旺财龙要进行警告了。对，消极搂抱太多了。好漂亮。对，也打准了。现在泰国选手旺财龙已经好漂亮，漂亮，已经换了对手，连续已经很好的击败，已经快睡着了。旺财龙真的是眼神已经开始涣散了，一定要抓住机会，这个时候不要乱，抓住机会找重击，砸一下腹部，上下结合，对，很好。啊，潘家运打的也没有力气了，真的像刚才王老师所说的啊，泰国人在遭受到60%-70%重击的情况下，还是要保证自己站立的状态。你看，短短的几十秒钟，马上就恢复过来。
不能说恢复到完全那种状态。泰国选手的这种意志品质啊，确实是从小他们锻炼出来的。从这种眩晕的状态下马上恢复战斗意识，对，反应时间很快。其实也是凸显了潘家韵作为一个年轻运动员啊，这种大赛经验细节不够。是的。红方胜。